来，这个是水煮牛肉饭，油亮香麻滑嫩，川味水煮牛爽口破表，滋味在东区飘香多年。老板王文正说，这是花人民币1亿元才得到的配方，8年血泪经验还入店名。缘能通嘛，虽然你很快能够跟他交朋友，哦，你请他办点事情，他就说不用钱，不用钱。哦，那是朋友纯帮忙，但是其实他背后是已经是挖了一个坑在你等你的，他要的是整规划盘体啊。时间拉回到25年前，1998年，青州小菜创办人王文正搭上西进列车，全盛时期130间店，但一夕间全部崩坏。那我儿子哦，我儿子是从小他在开车，他开我的车，然后在接送上下课的，结果你看他要绑架我的儿子。就是要多少钱？5万人民币而已。投资中国8年期间，简直是可怕回忆录。最后黯然回到台湾。飞机一下一到一着到我们桃园机场的时候，我就啪，眼泪就下来了，哭了。事实上，不止中小企业，不少餐饮集团西进也吃瘪，可碍于中国仍有据点，敢怒不敢言。人生地不熟的嘛，从办税金、税法、设立公司、进原物料、进商场，甚至请员工。你去到个陌生的地方，真的是没有这么容易啊！被骗很正常啦。高铁集团透露，最常听到股权卖掉回台，不然就是技术被学走。对照10年前，餐饮集团西进频传捷报，以后却听到瘦身关店。八方云集，华生全面撤出中国市场，干杯和王品则持续太路流强。以后中国市场经济严峻，不许两岸的餐饮业者首当其冲外，有别于台湾的人治社会，投资更难避险。东森新闻张晨、马恩凯在台北采访报道。